给你们推荐一个这个椰汁，特别好喝，尤其是这个大夏天从冰箱里拿出来，绝了。椰子味特别特别浓，它不是特别特别甜，是淡淡的甜，然后就是生榨椰汁。你们吃没吃过就特别有名的那个椰子糖，就和那个味道一样，椰子味特别特别浓。一箱十瓶，我也是真渴了，我们这儿零上30多度，太热了。